他怎么一上来就有连锁点？这个人这么会玩游戏王的吗？我先甩一张挖矿，对象是简。可能会有人想说，这时候应该留简，可不要，我要留几个坑在手上。我想留守坑，没有守坑我不会玩游戏王。大哥救我！你是我的光，你是我的月，救命啊，大哥！有了你，我信心大增，大哥。哦，这不就出现了吗？灰柳，哎，来插你，女人，我要插你。好爽，我可以开始玩游戏网，然后不要这时候甩我一张狙，我都觉得还好。可是他这个酷帅看起来是没有狙的男人，你没有狙对吧？可以可以，好，然后捡一个直径，我的通招还有，来直径，直径救我，直径一个可以做个三色康。进通招，哎呦，可以，我们也到这边了，有点舒服。好，看一下过一张什么牌，可是像过什么牌都基本上是会留这三张，不会想换。哎呦，有啊，现在有，现在我不能做 Link 三。啊靠呗，我又点错了。哇，这个扎超有点大条哎，我怎么是选错啊？哎西，就变成说我们就要先过这一只才可以。反正他不管做什么，等一下先甩他一张狙。哦，融合加手，不要啦，我不先甩狙了，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我刚刚只是有点血气方刚而已。我先看到你甩融合，我再甩狙啊，好不好？不会没事甩狙啊。哦，这把装成功时，手牌融合素材，做木，做融合召唤。我想一下哦，他现在要做融合召唤了吗？我是该这个时间点泡影他吗？我应该不怕他做东西出来，先让我抽牌。我觉得他做东西出来还不可怕，我想先抽牌。还有放大哥吗？当然有。我是帅狗哎、欸，凡罗西格玛肯定在我的牌组里啊！哎、欸，啊，被抓去吃了啊！干你这个王八蛋！我下次会泡他，我下次会泡他了。哎呦，好烦哦，笑死了，笑死了！超接搞他，等一下还不是时候，我要等他把后台盖下去。我在搞他，我现在搞他会亏资源，会亏牌。好，我就是要这个时间点搞他，我的超接才有意义，我可以赚到最多牌。干，他的牌有点多。超接开搞，嘻嘻，先一、二、三，没料吧？没料吧？我看一下哦，全场怪兽破坏。有喽，这样可以哦。哦，得连了，这不连不行。发年效果无效化，做白板。这是你势必得扛。好，目的后台，后台就二选一了，我也不知道我选到什么。好，加入手牌，加入。我刚刚选到哪一张？速攻魔法，开幕哦，烙印开幕。啊，治疗树木。啊 ，OK。哇靠，这一场算等级八以上。我想一下哦，我想通了。我先丢他。嗯，
转码低康，如果转码低康的话，我思考一下，我拉个平衡往前，一定要先转个通招点试试看。好，不行，不交哎！哎呦，操，时间不够了，有点东西，看一下他会做什么。传屋复活，把天皇带走，天皇带走可以检索。哇，我自己开始紧张了，时间有点不够了。冰剑啊，好烦！我只能捡这只好弱。好，效果带一只出来，这里肯定是要把西格玛拖出来。西格玛现在是没办法起跳的。哦哦哦，这就有点意思咯。木子，哇，最后一刻居然是木子哎，居然是木子啊，他怎么还可以用哦，还是把额外台组的送出去就可以。好，那我这边一定要点你啊。没事，他毛线都插不到了啊，被点走了。好，没关系啊，给你啊，给你。那再来就是我肆意妄为，为所欲为，肆意妄为。对，再来就是我真的完喽。哦，干，我39秒哎，我到底点不点得死他、啊？靠背哦，又要来了吗？又要这么刺激的吗？哎，不要。这个时候点的特别容易手滑，哎，不要，不要这样子，靠背，不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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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抽，不抽，不抽，哎，干，这是有人打电话给我，不要闹，我妈这时候打电话给我，妈，不要闹，我剩8秒，妈。靠飞，不啊！啊啊啊！哎哎哎哎哎哎！啊，没了！妈，你真棒！喂！我操！对面居然投降了！他不知道我的时间对不对？他不知道我的时间，我的天，我自己太难了，对自己了，我时间不够，还手滑，还被我妈 gank， 最后对方投降了。我靠，游戏王真好玩。